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用科学符号哈，可将一二三四哈表示成一点二三四乘以10的几次方呢？乘以10的一二三三次方啊。那么他说，若 A 的科学记号表示成这个样子的话，那这个应该是几位数了？你看了四位数，把它表示成科学记号的话，这里是10的三次方嘛，也就这个位数哈、是这个三加一啊，四位数是三加一。那你用这个方法的话，可以得到说这里写8嘛，代表这是9位数，或者你可以怎么看呢？可以这样看。哦，你2,3,4,5,6这个后面这个哈、先不要看。哦，如果是1.000乘以10的八次方的话，是一个一，啊，后面8个零，1,1,2,3,4,5,6,7,8，这是一乘以10的八次方了。然后再把这个加进去，哦，这个的话哈、就是呢这个位数，哦，这个位数的。那个后面那个位数，这是2，那这3的话是2的后面那个数，4的话是后面那个数，再来是5,6，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哈，虽然你把那个0哈改成是2,3,4,5,6了嘛，这位数个数没有变，这里总共多少？总共有那个8位数嘛，啊，加一个1就9位数了，这里有8个是吧？本来是8个0嘛，哦，啊，后面这个的话，你只是把0改成2,3,4,5,6，所以这位数的个数没有变，啊，加1，这位数一位数，所以总共多少？总共哦，就是8加1位，等于9位数了。所以这一题哈、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D 啊，哦，九位数，哦，就是位数啊，就是8啊加1啊，哦，就这个东西的话加1，就是它的位数了。写成科学记号以后的话，只要把这个次数加1，就是它的这整个数的位数了。